你的 WiFi 信号不好，网络比较卡，用它就可以轻松解决。这是一个高级的 WiFi 放大器，不用连线，也不用设置，只需要将它插在手机充电器或者充电宝上就可以。家里的路由器自动连接，插上它以后，只要房间有一点信号，就可以让手机信号满格。不需要激活，简单操作，只要有 USB 接口的地方插上通电就可以，可以快速覆盖你的整个房子，瞬间高速上网，高速穿墙，让你的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能体验高速上。爱人们，你赶快看一下家里有没有这个不用的充电器大头，找到了千万别当成垃圾扔掉了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一个大宝贝，你丢掉就亏大了啊。咱们把这个充电线拔掉，只用这个大头，咱们在房间里啊找到这个电源，直接插到这个电源上，然后你再配上这个啊现在都在用的这个秘密武器，它叫 WiFi 信号放大器，它不需要缴费，也不需要安装，往上一插，通上电，把腿掰开就能使用了。无论你家隔门隔窗或者死角地方比较多，在地下室没有信号的，这个路由器离你房间远，信号不好的，用上它呀，信号都是满格的，刷个视频看看小片片，再也不卡了。